抢速的默契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没有惩罚，同时喊到两个人亲嘴，可能男生太多这样很吃亏。他会每个数字都喊。对，真的，我永远不喊，我宁愿当最后一个。你有玩过吗？不是真抢数啊，我们抢数十个人嘛，然后我们就我先的话就一二三，但不能跟大家一起喊。1, 2, 3。那一直不讲的人就不会。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好，开始哦。等一下，我还没讲整场。讲什么？等一下变红了，就一整集哦，一整集。我很会弹额头，我也很会，我很会。可以可以可以，还有人，那要怎么起头？就随便一个人。姐姐喊开始就开始。对，预备起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八。互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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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默契啊！互弹，好有默契。哎呀，哎呦，大伙。金东先生。换你们开始，开始，一，一，看好了，你们俩，他很可怕哦，你怎么对我，我怎么对你啊？你先对他，你先对他，我跟你讲啊，最后一集的情分也不用留了啦，这样我们不一定会见面，是吧？你也很小的啦，我靠他吃饭，他也不靠你吃饭 ，OK 的，反正我跟欧总比较熟，反正我跟欧总比较熟。我先，那你先啊。好了，我先。不能，有在啊，可以啊。好了，那我就这样讲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。香哦！啊！啊！好好还好，还好，还好，不会再见面了。还好，还好，是最后一集，最后一集。谁说的？姐姐喊的，喊我，我喊。好，开始。一。哎，后面那两个人在干嘛？你们？哎呦，我要一步，你要直接惩罚。哎，你们两个人，二、三、四。哎，是不是有重新两个人喊一起？没有，没有，五。六七六七啊！林莎中奖几率大，林莎中奖你们应该可以打比较大力一点吧？我们有二级吧？那以后也不会再见了。对啊。额头还在，但是额头很强哦，额头很强哦，来哦，很强，感觉很痛。哦，好弯，好弯，哦，好弯，好弯，好弯。哇塞！这个很难哦，哎，真的是游戏哦，很像被子弹打到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你是有练过吧？你弯了，你弯了。才打到手哦！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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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什么？你还没订阅来吧营业中的频道哦。
这样就 out 咯。赶快按下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才能跟着我一起走在时尚的尖端。